大家好，把鸡蛋倒入开水中，瞬间变成一道快要失传的经典名菜。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个独特的做法，下面开始操作。首先准备五个正宗的母鸡蛋，把鸡蛋放入碗中，往里面加入清水，把鸡蛋清洗干净。鸡蛋表面有大量的细菌和大肠杆菌，这样更干净更卫生。洗净之后，把鸡蛋打入碗中，然后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增加底味，再加入一勺白醋，让鸡蛋更嫩。然后把鸡蛋搅散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再准备和鸡蛋液等量的清水，再准备一点小葱，把它切成葱花，放入碗中，然后把清水倒入锅中，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，把鸡蛋液倒入锅中，倒的时候不要太快，要慢慢的倒，鸡蛋液稍微凝固一下，用铲子轻轻的推动，推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，我们炒的时候也不要着急，用小火慢慢的炒，让鸡蛋慢慢的凝固，把鸡蛋炒至完全凝固，用铲子分成小块，炒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把鸡蛋装入盘中，淋入一勺生抽，再淋入一勺的小磨香油，再撒上一点葱花。好了，一盘非常好吃又解馋的水炒鸡蛋就做好了。这道菜有几个特点，就是看着好像很普通，吃起来却非常的好吃。我家隔三差五就要做一次，所以吃了几十年还是喜欢这个味道，真的是特别的好吃。好了，喜欢就赶紧在家试试吧。